体将世界等为尘。右上按下去，折笔以平行按上去，挑以将这先写下来，上去，出来，上去，一、二、三，转过来，拉过来。然后在这里下来，直的，往后往前按了一下下，以将点回来，世界，重回来，下来，下，弯，以风使转，世界。下来，往上按，折笔下来，右撇，中间下，过来，借，出去，往右下按重，往旁边出去，是借，往外一点点，下来旋针，是借，等围城，等，可以写草字头。下，从左到右按重，再轻，再重，回收回来。从左到右，然后呢，从这里下，直的弯过来一点点，回收再回来，点，等，围城，围，一、二，翅膀下来，回收回来，然后从上下一个小山。再过来，从这里走到右，这样过来，直的下一点点回收，撇，铺出来，下来，哎，往旁边来，下，往下往旁边出去，重一点点，好，等为尘，尘，点在中间，横画，重，收，从左到右，从。走右到左下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一下来，上去，上去，跳上去，下来，重出去，拉开，好一个土，中间下，好走到右，重按上回来，等为尘，好，空里浮花，梦里生空。中间下，然后从左到左点，左到右按，折笔出来，撇，空里，好，从左到右，重，换下按重收笔回来，好，空里，你的写法好，你的写法点在这里，这个比较长，从左到右，重一点，下来上去拉。近距离，一、二，下来，一、二，重一点点，从左到右过来，下来，上去，挑，从这里过来，右下，按重，回收回来，长点，空里，浮花，浮三点，一点点在这里，第二点在这里，第三点在这里，然后呢，一个撇。点，点，撇，好，横的过来，下，直弯一点点，弯过来，出去，又按中一点点，浮，花，朝着头下来，上去往旁边，然后从这里下，撇，回收回来，转过来下。平行上去，慢慢的上去。好，浮花，梦里，梦，草字头，下来，
外面看下来，疯狂外，往右上看下来，弄上去，回收，弄。这个里呢，跟上个里就把它写成不一样。好，右上，看，我从这里过来，点，从左下来，上去，下来，下来直的，横的过来，再横右上按，往下垂一点点。好，那么伸一个撇，斜斜的，好，往外再往内，上去下来，直的，宽厚再过来上去，一、二、三上去，再过来下，好，往里伸，起位龙颜更分别起一个三。弯比肩十转过来，下，横画右上，再来一个口，斜扁一点的口，封起来，点上去，下来，右上，重回来，好，起位，回，点上去，下来，45度角，右边上去。按下来，再往右上按下来，然后从这里往右边，然后呢有一点点弯，弯过来，弯来上去，好，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四点，越来越小点啊。起位，龙眼，龙的写法，一点在这里，龙头，好，右边上去，从左一点点这样过来，好，这个稍短一点点，回收，然后下来，往右边慢慢的上去，然后一、二，好，这样重新来过，好，慢慢的出去，平的按，慢慢上去，一、二、三，点在这里，好，龙眼眼点中间。往这里出来一点，两点，三点，往上挑上去，从左到右按重下来，直的下，一、二、三，从这里出来，这个斜度重回来，好，龙眼，好，龙眼更分别更横画，从这里过来右上，从左到右。下来往上按，横的，再横的，下来直的，往旁边慢慢出去，从上下往下往旁边出去，慢慢放开展开出去，好，更分别分从这里过来，然后从这里往右再往下面慢慢的挑上去。然后从这里按重往旁边出去，好，更分解。好，别怎么写呢？一个口，快在内下来，上去，下来，这样过来。好，外上去，好，一竖上去一点点，下来，站直，翻过来，斜过来，对不对？上去一点点，过。好，更分别，只应天也，视天人，直宽进来，上去，呀，按下，好，封口起来，点从这里上去，下来，出去，应点在中间右上，然后从这里下来，撇直的，然后这个就不用。这样放就可以了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重一点。好，点上，心平行，
再按45度扫出去，然后点上面接下来，好，指令天眼是天人，天眼的天，右上斜，右上斜再稍长一点点，站直站斜的往旁边出去，然后从夹角往下按，再往旁边慢慢出去，好，天眼，看一下眼的写法哈，一个目窄一点点，右上下来，一二三，上去下来，然后从这里下上去，往这边撇下来，拉长一点点，长长点出去，天眼，好，是天人是点，一二三。过来，阴下来，从这里下一个割长一点点的按出去，好下来，点在这里是天人，天右上稍长一点点，站斜的往旁边出去，好夹角往下再往旁边出去，好天人这样。往中间往旁边出去，然后从这里往下按重，再往旁边慢慢出去，往右边慢慢出去，好，是天人，好，苏东坡，北寺悟空禅师塔，苏轼，北寺悟空禅师塔，哦，悟空禅师塔，好，回。癸卯之春，吴起征书。癸卯之春，吴起征书。OK， 太好了。已将世界等围城，围城。空里浮花梦里生，岂为容颜更分别？只因天眼是天人。苏轼《北寺空》《北寺悟空禅师塔》，癸卯之春，吴起征书。